好考虑一下。这什么蜂蜜咖喱？实力。念书辛苦了，今天来点什么呢？他不就卖三明治而已。变身成加热洛托姆，连属性都会改变哦。还是别在这里使用相机 APP 吧。啊，为什么不行？我想拍人家脸。干嘛？你是钛金巨人对吧？我害进你的手机来进行这个通话。还有黑客。先后，说谎并不可取啊！我就没看过啊，说不定那是假的啊。星辰大作战，呀，细节我们之后再谈。拐个弯说哈，那就认为你答应了。我要把这招学起来。你不用现在就回答我，你可以再慢慢想。这校长看起来这么奇怪。天心队。好像有很多咪咪的校长，要上课吗？上啊！我先上数学，我数学最好了。好屌！数学老师泰姆。开门见山问个问题，像是数学计算这些东西，大家还喜欢吗？还好喜欢。我这个人蛮真实的。谢谢大家的回答，有人喜欢，有人不那么拿手，这很棒哦。不过不管你是哪种人都可以放心哦，和老师一起快快乐乐学数学吧。啊，不是说要学数学，再给我教属性相克之外。火属性宝可梦使用能够克火的水属性招式水枪，给非对手的伤害会如何呢？火属性的角色用水属性，啊？火属性的人能够克火的水属性水枪给予对手伤害，它不是一样吗？但如果是我老师，我被讨厌的东西砸到，大概会有点难受。公安小。岩壁级卡关，这关数学屁事啊！嗯，这是二分之一还是两？